收纳达人哦，刚来一家，所以家脏，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，骗你的啦。
很担心哦，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教你怎么收纳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先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妈妈。他妈咪。后面那个是儿子。妈咪你好。阿善，好，你还没看过他厨房什么样子哦？没有哎。给你瞄一下了哈。OK， 你看这个呢，就是一进门在右手边的这个位置，你看到吗？一大堆的杂物，然后这边杂物啊，杂物。然后这边哦，这个你看很多东西哦，很多东西哦已经是发霉的，还有啊一些杂物也是杂物，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缝纫机哎，哇，厨房还可以做缝纫的，好像我觉得你需要跟妈妈讲一讲，好像怎么样开始进行第一步骤吧。我妈妈要在厨房里面做什么？煮菜哦，煮菜。她说第一样是煮菜。妈妈还有在厨房里面做什么呢？你说偶尔缝缝衣服哦，做一些缝纫的工作啊，缝纫 OK, okay。 还有呢，第三个要吃饭对吗？好，吃饭 OK、yeah。 先暂时三样东西，好，来我们先把这贴上。好的，来 OK 三，基本上我们三个过去了就丢了，我们先这样讲，是先从食物开始啊。对先从台面开始，所有的食物。我问到你懂哪些东西是过期的吗？大概啊，不如你来选，要不要？你直接来选，你跟我讲，这些过期的吗？这些啊，应该没有过期。那个牛奶粉还在里面，我拿一点点出来。哪有牛奶粉？这个奶粉来的，这个糖。我觉得真是多此一举呢，因为为什么需要保留原本那个包装？那包装在外面会是一些截止日期啊，那就是非常的重要的。要不然你拿出来的话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东西过期了，你吃一肚子，对全家人。这我是坚决反对，我家里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的巧克力糖。等一下啊，巧克力糖啊，巧克力糖要放谁柜？这个要放在冰橱啊。包装你没有密封的话，就应该把它丢掉，因为这种吃的食物一定，如果它受潮或者有尘埃，都不应该拿去吃。这个是经典的，我不敢拿上来，但是我要给。这个插头，好，这个插头是不是很经典的？那是很奇怪的。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电线哦，已经跑出来了。它用了很多这个，哇，不懂什么胶纸粘着它嘞，可能已经坏了，它怕它跑出来，所以必须要这样粘着。这个不会丢，但是妈妈这个太危险了。然后这个你必须要帮妈妈做好哎，好不好？因为如果万一开店的时候，那就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任何一个人啊，只要家里这插头有问题的，不要为了省钱快点把它换掉，那是最安全。哇，这些习惯不要吧，啊，这些我们不是丢 ，OK？ 只要是这些塑料的东西，我们全部环保，不是丢。对，我们把它收起来，全部当环保去用。好，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全部把它回收，可以不可以？全部。全部啊。全部回收，大家分工合作一下，这样比较快一点点哈。为什么床单会出现在厨房里？本来的可能没用啊，而且你看它的整个外盒已经黄掉了，很旧了。这个是它的原本的颜色吗？对呀。只是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放在厨房啊，这种的话一定要把它收起来，放在房间比较好。有。会，它不是没有在放，它放，可是它一次会有在放到。你像我放在这，我把那个热烧机一定呢，我换那个神经管的那个钉子，等到了3分钟12秒，它就突然间被放，把我去开，但它还是有在里面，不是会没有，它还是有，但是它又被放了。好，原型赛洛美和蛋白菊糖，这一机制的滋润。
所谓的区域。
臭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应该放了多少年干了，不能再干，完全没有作用了。因为你看这个成品已经发霉了。是，这些我看都已经很多是发霉的。妈妈好生气，都还很香。哪里有味道？妈妈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就是那个霉，你看那个霉菌有没有？满满一点点满，而且整个冰箱是密封的环境哎，所以那个霉菌就在。Thank you.
房，真正属于一个厨房，好不好？好，期待，谢谢。
也不能长期的浸泡，毕竟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防水。嗯，而且我知道哦，这种 vinyl 它的质感是比较柔软，比较有弹性的，对不对？比起地砖的话，它是没有那么冰冷的。对，这也是塑料地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，它还能降低对我们双脚造成的冲击力。哦，那 vinyl 也可以安装在墙壁上吗？可以啊，来，我带你看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适合做墙壁的 rigid vinyl 刚性塑料板，它的强度与韧性比 normal 的 vinyl 还要强，还要硬，还要高，百分之百防水，所以也适合用于厨房和浴室。哦，所以你会给文浩妈妈使用 rigid vinyl？ 会啊，我会选择这款做厨房的墙壁，还有这款做地面。哦，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两个款式啊？因为妈妈的厨房这样光线就比较弱，所以我选择这浅色石纹来搭配我的粉色主题，通过灯光反射使厨房看起来更明亮。哦，那这个呢？这个颜色比较深，也比较突出，容易打理。哎，我听说这个白牛呢，它不像地砖，它不需要拆除，可以直接安装上去的，这样子节省时间，而且在装修的时候啊，不会有那么多灰尘，也不会有那么多噪音，对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。现在我们都喜欢用手工或者设计，不用 glue 也可以安装。哇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它的拉力很强，无论是普通的冰法还是人字形都没问题。那我哪一块坏掉，我直接换掉那一块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把坏的切下来，把新的装上去，按下去，扣住就行了。我还知道啊，这个 vinyl 它其实是防虫蛀，而且呢，你碰到火也不会烧起来。最重要的是它防滑，非常适合文浩妈妈这样的年长人士。对呀、啊，我建议如果是要引收 vinyl 的话呢，一定要选绿色环保认证的，以确保家人的安全和健康。这个很重要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哎，你能带我再去逛逛吗？可以啊，走走走。杂物哈 ，OK， 你要那些杂物，你要丢去哪里呢？就是浴室要讲到那个地方。是，来